134，135，135。您在干什么呢？书上说一斤石榴大约有600颗籽，我数数是不是真的。我刚才数到多少了？286。有16只。小孩，你不能吃我的。探测到失踪的书灵，探测到失踪的书灵。神奇小队集合完毕，开始变身。到达异常地区，飞船准备降落。我的浅见，这些是16子。不好，这么大颗石榴滚下去，村庄可就危险了。我们得赶紧找到书灵，保护山脚下的村庄。目标已经锁定，书灵就在这16山里。嘿嘿，看我的！抱歉，在那石榴跟刚才不一样啊！以我的浅见，这里的果肉还不成熟，所以更结实一些。石榴是多子多室植物，就好像石榴里有多个房间，每个房间受光照不同，生长速度也不同，同一颗石榴里果肉的成熟程度也会不一样。树灵，别跑！在那。这怎么回事？是投影。刚刚看到的其实是反射在石榴上的书灵投影。我定位到书灵的位置了，那边。在这儿。原地转圈，他好像迷路了。啥？石榴树灵在石榴里迷路了。
迷路、嗯、有了、我们可以先在石榴上做记号，找到出口再带树林出去、嗯嗯、小树林跟紧我们，我们会带你出去的。我也想赶快出去，大家跑快点，快！这不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吗？接下来该往哪儿走啊？没时间了，我们必须马上抓到树灵，才能让石榴复原。456，457，450。哎，吴东老师，快帮忙啊！如果遇到困难，你就翻翻书，翻翻。开启传输。我数到几了？300，306，道具呢？以我的浅见，我们出不去，道具也进不来。你们也喝点儿。现在谁还有心情喝果汁啊？我们应该换个符号。啊，我懂了。箭头指的方向就是我们走过的方向。又是标记过的。这个方向我们还没走过。这边。吃一下。以我的浅见，这就是凯糊涂给我们的道具。太好了，我们找到出口了。天地玄华，宇宙洪荒，树灵归位，万物如常。599，600，终于数完了，我成功数完了，可以吃了。小胖，我还没成功呢。